今天的题目是念住中练习禅那。开始禅修之前，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伸展暖身，你可以做几次深呼吸。在南传佛教的圈子里面，大概最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禅那和四念住的关系。大部分的南传的团体都会告诉你，禅那是专注力的培养，然后它是可有可无的。然后四念住，它是解脱到最关键的部分，你必须要修学的。对于后面的这个部分，四念住它是极为重要，它是在解脱道里面必定要修学的，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可是至于禅那，它是不是一种专注力的培养，它是不是跟念住的关系非常的少，然后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是有争议。我们如果不要看后代论点论师们的解释，直接从原始的经典里面去探索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到念住和禅那它差不多是同义词。或者更清楚的一点讲，念住是你修行的主轴，禅那是你修学那个主轴所需要的身心的环境。你还可以用以下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念住是修行的主轴，然后当你的念住培养到了一个稳定度，培养到了你因为熟能生巧，然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这个里面自得其乐，在这个里面你越来越不需要挣扎，你越来越不需要去和所谓的盖障挣扎，身心越来越轻松，你能够高度稳定的去受用着那个不断松脱开包袱它所带来的快乐，它所带来的舒适感，那个叫做禅啊。增支部 8.63 经它有一段经文，它很清楚的阐述了念住和禅那的关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你应该要修学四念住，然后呢你修学四念住的方法是某一些时候你要用有循有似的方法来开展四念住，有的时候你要用无循无似的方法来开展四念住，有的时候你的四念住应该要伴随着欢喜来修学，有的时候你的四念住应该要伴随着脱离开欢喜的状态，有的时候你要以伴随着愉悦乐来进行四念住，有的时候你应该要伴随着平舍心宁静心来修学四念住。也就是说
禅那的内容就是四念住，然后那个四念住的不同种的修学的方法，它伴随着不同种的身心症状的，它可以分别的被形容为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等的。我们再用更白话一点的方式来解释念住和禅那，然后依着刚刚所讲的这个经文来具体的做练习。首先，什么叫做念住呢？我们人如果要改变一个习惯，或者要纠正一个瘾头，它并不是你想要改变这个瘾头，你要改变这个习惯，这样的一个肤浅的一念，它就能够帮助你达到目标的。因为我们要改正的瘾头和习惯，它往往是根深蒂固，它需要你不断的细念于改变习惯这个目标，要你不断的意识着这个目标。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你是一个习惯皱眉头、习惯驼背的人，尽管你在偶发的时间，你可能会觉得说，嗯，我应该要改掉这个习惯，改掉皱眉头、驼背的习惯。但是稍不留意，那个旧习惯它又复发了，你又不自觉地陷入到皱眉头、驼背的状况当中。只有你不断地在内在提醒你自己，这个时候有没有在皱眉，有没有在驼背，一边检查着，一边纠正着，长时间的、绵密的用功着，你才有机会能够改变你的习惯。所以这个叫做念。可是，你想要这样子念之在之的修行，它在一般的状况之下需要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我们没有什么人是超人的，因为意志的本质就是脆弱的、无常的、不可靠的、不可预知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用超人的意志力来保持念，那么该怎么办呢？佛法的修行的方法就是，你要像照顾那个刚刚发芽的弱小的植物一样，去留心着那个植物它生长的环境。你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植物它生长的速度，但是你能够在旁边做助缘，定时的浇水，确保土壤它的良好的条件。我们对待自己的意志也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办法全然的操控你的意志，但是你可以维护着良好的环境，使得某一些意志它更容易能够维持。这个就是念住的住的部分。你要能够让一个良好的意志延续着、维持着，首先你必须要在维持着这个意志的时候是乐在其中的，这个里面是有乐趣的，那个身心的环境是舒坦的，是相对省力。这就好像一个想要戒毒的人，他待在高级的戒毒度假村里面，因为环境的优美，因为在戒毒度假村里面有许多对他身心有益，而且他也喜爱的活动，
所以他不会很快的打退堂鼓，他愿意比较长时间住在这个戒毒的度假村里面。这个就是念住和禅那的关系。如果你要能够让向解脱的正念维持着，去纠正内在的影头，纠正烦恼的惯性，你必须要让那个维持着念头的身心的环境是帮助那个念的。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刚刚我们所阅读的经文。这个经文首先它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叙述的方法来解释四念住要怎么样的修学。四念住你是可以导向身受心法，也就是说身体的经验感受的这个范畴，或者是内在的心境，或者是佛法教学的某一个框架里面，任何的一个主题作为你选择锻炼的对象。为了解说的方便，我们今天就特别的强调身念住这一个环节。要修学身念住，首先是以身观身，在身上随观着身。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要你注意力放在身体的范畴的时候，你不要同时的，特别是被欲贪让你分心。我们一般的人在用功的时候，特别是在向解脱道用功的时候，特别容易会产生出在家人的遐想，特别容易的会对某一种场景、某一个场合、某一种滋味有眷恋、有怀念、有饥渴，或者是有担忧、有得失。如果你注意力放置在你的身体的时候，一般的人他可能即刻要联想到跟身体有关联的欲贪，像是自己的美丑的问题，像是其他的人类美丑的问题，像是你跟其他人类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情侣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利益利害有纠葛的那些人的关系，这些都是欲界的遐想。你把这些遐想先搁置下来，单纯的只是留意着你跟身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在身体上面的活动，像是你是如何的在执着着身体，在抓着身体，在让身体紧绷着，在身体里面扛着某一种重量，对身体产生出迷想。你可以开始专注这方面的议题，然后当你这样子专注着这方面的议题的时候，同时培养着正知、正念、正情。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留意你的身体，你是为了向解脱这样的一个目标
而留意着身体。你会发现到，当这个身体的内在有某一些冲动产生出来的时候，对于某一个场合、某一个境界，你在想象它，你在追恋着，你在憧憬着，身体它发热、发烧、亢奋、紧绷。然后因为身体的发热、发烧、亢奋、紧绷，你习惯性的对这些发热、发烧在盲目的起反应，你产生出更多的遐想、更多的迷恋。如果相反于此，你不断的在你的身体引介入从容的感觉、放松的感觉，你让身体能够绵密的被从容、被放松、被满足感所保护着，而且你确保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区块，它都充分的被满足感所滋养，被从容、被放松感所滋养。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关闭了缝隙，那个玉潭有可能入侵的缝隙。那个玉潭它要入侵，它必须要有一些先行的条件。你的身体的燥热，你的身体内在的空洞、无聊感，它那个缺乏乐趣、不满足、坐立不安的状态，要先要有这样的状态，那玉潭它才会有地方可以发芽，能够生根，能够繁衍。可是如果你不断的留意着你的身体，确保你的身体它是浸泡在知足的感觉，在放松的感觉，在从容的感觉，当前的许多的心理学的研究都有发现到，一个人他对于毒品、他对于赌博、他对于酒精、对于尼古丁各种的上瘾，他往往是被某一些前因所触发的，像是你身体烦躁的感觉，像是你身体内在含藏着紧张的感觉、焦虑的感觉，你习惯性的去处理这个焦虑感的方法，就是透过去寻找瘾头里面的滋味，透过麻醉自己，透过毒品、透过喝酒、透过网络的情色的刺激，来获得那个焦虑感、无聊感、空虚感、忧郁感暂时的缓解。是你小心翼翼的保护着你的身体，所以你不让这样的前因、那个焦虑紧张的状况有机会发生，你也同时断除了那个玉潭它能够有后续发展的机会。当你能够记得这样的保护你的身体，你知道这样保护着你的身体的好处，那表示你有正念，有正知的意思，就是你了解着身体的活动、身体的状况，你知道它当前有多大的程度是浸泡在知足、
浸泡在放松，浸泡在从容。你知道他的当前，是不是有焦虑感入侵，有紧张感入侵，有亢奋感入侵？你知道你跟身体的关系，你正在对他发生的动作，像是你觉得你住在身体，你在依靠着你的身体，然后在迷恋着，在遐想着自身的别人的身体。这个部分叫正知，所以再次的正知就是知道你身体当下的状况，知道你身体它正在发生的动作，知道你当下如何的在跟身体发生关系。这个叫正知。那正勤的意思就是，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越来越懂得诀窍，你开始隐约的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你开始发现到安住在全天候的从容感，全天候的满足感，那个好处，它真的是一种宪法乐处。所以你是兴致勃然的，你对于这样的练习是有信心的，你对于自己这样的进行是自我肯定的，你不断的去放下对于世间的饥渴感，对于世间的担忧，经常性的把你的注意力带回到生念处，需要的时候不断的去微调着你生念处的进行的方法。好比说，你有可能你发现到你在做生念处的时候，你的眉头不自觉的皱得很用力，有可能你所使用的注意力它太费力气了，所以你知道怎么样的调节，让你的观察越来越像一面镜子，越来越不像是扛着一个录影机在追捕着某一些画面。你越来越知道如何的能够在放松神力当中进行的四念处，你越来越知道什么样的主题是值得你关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如何能够帮助你预防欲贪的产生，然后对于那些已经产生出来的欲贪，你能够很顺利的调伏。这个叫做四念住的练习，起码是生念住部分的练习。当你这样子练习的时候，你可以以伴随着寻与四的方式来练习。你可以无寻无四的方式来练习，你可以伴随着喜来练习，你可以伴随着乐来练习，你可以伴随着平舍心来练习。什么叫做伴随着有寻有四来练习呢？寻的意思就是使用内在的语言引导你自己的练习。你因为听过
类似的引导，可能你有阅读过相关联的佛经，可能是善友老师曾经给你的口诀，所以你的内在可以要么重复着那个口诀，重复着相对应的经文，要么你的内在已经培养起了一个健全的内在的老师，他对你是经常提醒的，给你正确的引导的。当你一边禅修，你一边在心里面提醒着自己，我应该这个时候要留意着有没有存在着正知正念，或者是我这个时候有没有放下对欲贪的遐想，或者是我能不能够更周遍的让身体的每一个区块更大程度的浸泡在满足感、知足的感觉，没有匮乏的感觉，不着急、不急迫的感觉等等。当你这样的内在的提醒自己，以佛法、以口诀来引导着、框架着自己的进度，这个叫做有循。有四的意思，就是你一边被如此引导着，你一边在内在揣摩着什么叫做放下时间带，那个具体的做法要这样子做，要放下这方面的联想，放下这样的念头，什么叫做更大程度的浸泡在没有匮乏的感觉，揣摩着、实验着、玩味着、推敲着，你在对那个语言的部分、那个口诀的部分在那研究着。所谓的研究不是只是观念道理的研究，而是就在你身心具体的经验里面揣摩着，去看这个技巧它实际的应用的方法，这个叫做四。当你是以有循有四的方法进行着四念住，你的四念住是伴随着有循四，那么这个叫做练习初禅。当你这样的练习，你越来越能够熟能生巧，所以你越来越不需要在心里面不断的重复那些口诀。举一个例子来讲，你完全不需要念诵着浸泡在从容感，你直觉上的已经浸泡在从容感里，你不需要内在有一个啰嗦的叨念着的这样的一个朋友、这样的一个老师、这样的一个评论家，一样的能够顺着触感、依着触感更直接的、更行云流水的进行着禅修。这个叫做伴随着无循无思，这样的修学方法叫做练习二禅。然后什么叫做伴随着有喜呢？喜乐的喜。当你这样子练习的时候，越来越自得其乐，
你越来越发现到，原来你的人生是不需要不断的透过攀援，不断的去透过那些没有营养的娱乐，你可以在不断的进步当中，不断的放下重担当中，得到满足，得到信心，得到兴趣，这是你的乐趣的所在。你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你对佛法的信心建立起来。你对于这种踏实的丰富的生活感到满意，你活的是精彩，每一天你都是为了崇高的意义而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是欢喜的，迎接着又有修行的机会，继续进步，继续的斩断掉烦恼的机会，这叫做伴随着喜。同样的，你也可以练习伴随着无喜，也就是说一边做这样练习，一边不要去依赖那样的欢喜。你越少依赖，你的修行就越单纯，就越容易维持，越省力的维持。如果你非要依赖欢喜心不可，那么你无可避免的会遇到没有欢喜的时候，欢喜不起来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到，人要欢喜那是要耗力，要依赖欢喜也是要耗力的。当你不依赖着欢喜心的时候，你一样能够绵密的自得其乐的进行着生命中。当你做这样的练习，不依赖欢喜心，而是躺扬于那个不依赖欢喜所产生出来的身体的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舒坦。这个叫做练习三常。然后你也可以伴随着平舍心来修学生命中。你对于当前所发生的所有的触感，那些不舒服的触感，老早在粗一点的定都已经抛弃掉了，可是你还有那个身体上的愉悦感，舒坦的感觉，那个因为放松所以酥酥麻麻的，因为饱足所以感觉到丰盈的，丰足的，舒畅的，那样的感觉。你对这样的这个感觉，你可以不计较的，你有一种信心，知道你不需要仰赖的，就连舒畅的感觉都不关我的事，都是非我的。你不需要任何的一切，所以你是更加贴近你内心质地，越来越不需要仰赖任何的外援，包括欢喜心，包括舒坦的感觉，这种归顺内在的宁静，这种省力保护你的元气，我们把它叫做平舍。当你如此的练习，那个叫做练习四禅。所以念住与禅那的关系，你应该要这样子的了解，禅那的内容就是四念住，
四念住它的不同种的开展的方法就叫做禅那。禅那是你修学念住的时候它所伴随的身心的环境。念住就是让禅那它是不断的向解脱，所以你不是只是呆呆的现法而住，而是有着具体的目标，具体的在进行着纠正念头，放下抓取，这样的主题。你一边在享受着，你一边在踏实的进步当中。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一起享受安静。知从欲界出，超欲于色界，一切行即灭，勤修正方便。